提供每日最新市场资讯、商品货币、股指期货、唔同产品点样部署。Record Finance 全新节目《敏感辉 Kelvin 敏感期权谱》。好啦，开咗未？未开，系啱啱开。哎呀，哎呀，得，唔系我谂住斟杯水啊。诶，照斟先，斟先。我开住长白，文锦 Sir 斟杯水先。系，好啦，早晨各位网友啊，声音画面得唔得啊？嚟到四月十四号啊，星期二啊，啊长假期之后翻嚟嘅文锦期权铺同埋早晨财经直播室嘅声音画面得唔得？唉，挂住大家啦。咁啊，琴咦，窒窒地。喂，我把声有冇事 ？OK， 得唔得？声音画面得唔得？唔好吓我。好啦，咁啊，好耐冇见啦，各位朋友。咁而家敏感 Sir 咧就去斟杯水先。嗱，而家暂时就有张空凳喺度睇住先嘅。咁就好嗱，琴日咧都做过少少嘅直播嘅，咁啊都反应都唔错。咁啊，感谢你哋支持啦吓。咁啊，其实就琴日就讲翻上个星期四晚嘅一啲嘅个美股嘅情况啦。咁啊，亦都系啱嘅，因为咧今日其实相当之多新闻吓。如果琴日唔清一清啲话题咧，今日就有排做啦。咁咧就喂，文锦 Sir 个假期有冇差足电啊？文锦 Sir， 诶，侵紧税，未听过 earphone， 哇，咁型嘅呢个口罩，唉，咁样点啊？点啊？各位网友，搞掂，唉，文锦 Sir 个假期点啊？有冇差足电啊？哦，假期我其实琴日即系同你啲时间有啲撞咗啫，如果唔系我可以 join 你嘅，我都翻咗公司。系咩？哎呀，我不过唔系，我琴日嗰录定嘅，系啊。哦，你琴晚录嘅，因为我见你琴日朝头早好似有，但我翻到公司，跟住已经即系我搞掂晒我嘅嘢，你完咗啦。系啊系，即系录咗一节啫。琴晚 live 直播出加时，我未瞓醒。系嘛 ？OK， 好嗱，咁其实但系呢个长假期咧都发生好多事啦，啊咁样，非常之多，非常多事。咁啊，简言而之咧，琴晚最尾美股咧，其实就系Nasdaq 咪升嘅，道指S&P 跌少少吓 ，OK， 咁啊仍然到波幅啦吓，波动下。咁啊油价咧都预我都几系我哋嘅剧盘啦，系咪咁啊？系有丢嘅，系减产嘅，但系咧嘅基本面都系冇，于是就跌翻落去。咁然后港股今日就高开少少，似乎就但整体而言，我唔知文锦 Sir 觉唔觉得咧，其实个气氛系好咗少少，好似因为最主要你如果你港股，你睇港股咧，港股香港琴日个即系呢两日啲确诊人数啊，真系真真正正去到单位数字啦嘛。咁你香港基本上就即系如果你睇呢啲数字咧，咁你稳定少少，亦都系正常嘅。咁你政府又继续出招啊！就包括美國政府又繼續出招啊！咁你大家都憧憬緊啊，即係呢個係憧憬嚟嘅，憧憬緊就係話啊，嚟緊大家都會有啲新嘅政策去落實嗰個救市啦，唯有咁講啦。咁啊，希望咧就係話啊，做到幫得到嗰個市，系啦，即系尽量尽快话复工复市啦，唯有咁讲啊！即系但系实质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咧？呢个都系要时间去印证嘅。即系我哋希望系可以，但系就系咪真系得咧？我哋都要俾时间嘅，因为你见到个市其实系好，即系其实大家都仲系好飘嘅个市，即系中意行一阵上，行一阵落，因为其实琴日朝头早六点几嗰阵时咧，个美股其实一开出嚟唔系跌噶，唔系跌噶，系升噶。咁但系去到我再醒嗰阵时九点几已经跌咗300几点啦，咁跌咗300几点啊，咁就其实喺佢琴晚美股未开之前咧。都仲弹过一下上去嘅，后尾最尾都系跌翻落嚟啦。咁啊，但系尾中段跌过成600几点嘅，咁但系埋单跌300零点咧，其实咧就已经好好噶啦，系咪要对翻正嘅啫？得我就你啊，得，因为我等先，而家啱未先？得啦，好，我唔理佢啦，得噶啦，好，得，镜头我搞。咁我自己感觉上咧。个市就好似香港个市都力系有嘅，因为你见佢
見佢你美股咁樣開低，其實你有時咧睇啲黑期已經知嘅，黑期今朝早現貨你香港未開，佢已經升㗎啦。咁即係話大家都唔係睇得咁淡。咁你因為你今朝早日本仔又升嘅，咁你A 股我未開，睇 A 股，但係佢好得意，2800都唔差啊。因为我今朝早同阿 Eugene 做节目，九点我谂十点钟到啦，即系未够十点，九点半翻到嚟咧。个现货一开咧就砰砰声去啦，啊，真系咁啊！香港相对嚟讲，嗱上边246啦，个期指246系有少少阻力嘅，有少少阻力嘅。你撞穿246咧，就可以行再行，继续行高少少嘅。咁下边你依然系23600咧，个支持都仲系顶得住下。咁但系就你知啦，个市就系一日好一日淡，一日好一日淡，咁都仲系玩紧单跳嘅。咁就变咗就系真系铺铺清啦，即系唔使咁着意去过市啊，咁样咯。咁啊，即系都一个暂，都一个上落市啦，暂时都系叫做即系而家系啊，同埋你。你四月份你计埋今日咧，得翻12日嘅啫，1、2、3、4、5、6、7、8、9、10、11日就好似1、2、3、4、5、6、7、8、9、10，11个交易日，剩翻11个交易日，因为你到月尾系咪啊？呢个四月啱啊，四月啊，唔系29号唔系假期嚟嘅，1、2、3、4、5、6、7、8、9，仲冇假期啊？四月十二，因为我啱开咗个日本嗰个 calendar， 四月有啊，30号同一号啊，系佛诞，系啊系啊，所以剩翻12个交易日，12个交易日咧，个变化可以好大，咁但系就我相信嗰个战场唔应该响四月啦，咁可能喺五月啦，变咗就四月可能会真系炒翻上落市啦，咁。但是四月由开局到而家咧，个市都系向上走噶，就唔系向淡走噶。咁你今个月开局系向做好嘅，咁啊睇住好先，就唔系睇得太淡啦。但系我就一路上一路减，一路上一路减啦。上个星期期指最高就24600，啱啱到位。咁今个月高低位而家做咗2000点，高低位就够嘅。咁你话做多200点或者400点，去到25000咧，可能都有少少机会。24900到咧，我睇即系如果你真系睇好嘅，可以行到呢啲位置嘅。OK， 咁啊，大家留意住先啦吓。不过咧就我谂我同文锦 Sir 都同意，即系而家嘅气氛好啲，不过咧就唔系好进取嘅时候啊。OK， 系啦，咁啊，搵啲继续去优化自己一个 portfolio 啦，系嘛。好，咁咧就讲一个一定系呢几日嘅主角啊，就是、个金啦。哇，我哋上星期四晚咧直播睇住佢一出个 initial drop claim 660几万，但系大家憧憬个23000亿嘅救市方案啦，系咁出招，咁咧个金价就飙就升。升上去啦！嗱，其实系好得意嘅，即系联储局佢嗱，佢印银纸就还印银纸啦，印银纸咧就系、是、就够个美金嘅，系咁佢再嚟呢20000几亿咧，就唔系净系单货美金嘅，系货美国嘅市场嘅，即系整体美国嗰个情况咧，其实即系你话往后睇咧，就一定唔对版嘅。往后睇一定对板，咁但系你而家因为实在系钱，即系钱多水浸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家就揾啲嘢嚟去对冲自己嚟紧啊个美金可能向下走啊，或者嗰个购买力会减低咧，就去买翻个金。那个金咧，另外就之前都讲啦，现货金同个期金咧个水咧，始终都系争得好阔咧。即系一来现货可能真系缺现货，咁啊难一路夹啦。咁啊期货大家现货买唔到啊，宁愿去买翻个期货，等佢收期货啦吓。咁啊个期金咪一路抽。你谂下啦，我哋原本系谂住佢第一季
先至到嗰啲，即系话全年到嘅，而家距离1800蚊咧，系咯，即系剩翻廿零蚊啫，少少嘅真系。廿零蚊，你个期金，你期金飘上1800咧，都唔出奇啦。因为今朝早亚洲盘咧都系买，因为今朝早最初盘嗰阵时咧，开翻出嚟都未行啊，去到9:00-10:00咧，亚洲呢边咧又买咗一阵上去，咁啊又买高咗个金，个金都系。逢低买，其实琴日个期金试过20几蚊嘅，朝头早跌过噶，咁但系去到欧洲入嚟咧，其实亚洲琴日就叫放假啦。嗯，喂，1509，你等我听一听个电话先。冇问题，冇问题，得我瞄咗你嗰边先啦。OK， 好，咁我哋又进行呢、這个，又系睇唔到文咁，听我嗱，我听到文咁，谁讲啲乜嘢噶 ？OK 。咁啊，好，去到而家10:16啊，文锦期权保啦，咁啊，好多网友，但放心啦，阵间一定会问个有嘅 ，OK， 咁啊，然后仲有外汇啦，咁啊，喂，速报喎，好似有个中国啲数字啱啱出咗嚟，包括就 CPI 4.3同埋个出口数字，咁就出口数字我未详细睇嘅 ，CPI 咧就升4.3% 就叫低过预期嘅，但系咧食物价格都系升18%，猪肉价格升116%，即系升一倍咁滞啦。咁都几惊噶，因为即系食物价格咁升法，但系通胀又冇乜嘅，咁即系都几，因为食物系即系好代表个民生啦，即系个民生方面咧，其实个经济增长系继续放缓，但系嗰个生活嗰个成本系继续上升啊，呢个唔系健康事啦，我觉得有少少滞胀嘅阴霾喺度嘅，不过咁就叫即系你第一即系表面解读 CPI 低啲咧，就都唔系太差嘅，不过就出口好好啊，中国出口系咪咧？啊、有个网友啱啱都讲咗，我仲系揾紧，因为应该今日公布嘅先啊。好，哎、我都约莫见到啦。哎，等等，文金Sir翻嚟啦。系啦，系啦。哎 ，OK，OK。冇意思。系，冇问题。唔系行情啊，唔系大行情，唔系大行情。冇问题，冇问题。冇啊，冇乜行情。系行情好得意啊。通常出边一睇淡咧，系个市就上噶啦。系，因为其实出边街睇得好淡噶。即系唔系嗰啲一般股佬啊 ？OK， 一般股佬又见到睇好见淡睇淡啦。但系我嗰啲咧，就系即系系唔系咁好嘅，系淡嘅。即系所以咧，我就算叫做保守少少咁，但系你知啦，你淡时淡啊，但系你几时先至即系真系淡咧？即系你睇淡咧，个 timing 好紧要嘅。即系如果你而家人哋话开始淡嘅，你一行埋去淡咧。可能捱兩個月先至淡，你都捱唔到嘅，所以咧，即係寧願賺少咗，唔係即時去做淡。咁我都係長短棍噶嘛，你知啦，我都係低，我一定買嘅股票上咗嚟咧，我咪一路減。哎，嗱，講個笑話你聽啊，琴晚咧，真係好好笑，呢個笑話真係好笑，即係琴晚咧，我就見過美股，因為期指已經跌咗啦，咁啊預期佢應該係開低嘅，咁我手头上有啲美股咁啊，咁我就系、是、啊，我就睇到个啊，冇人摆，冇人挂牌，冇人挂牌，我挂啦啊，咁我挂高咗大约10几-20% 嘅嗰只股票，即系星期四佢就收个半，咁我啊挂个八，一个八毫几，咁啊挂喺度沽某一个数量啊，啊点知佢开市咧，真系。真系扫我嗰个价，嗯，扫咗两股，边个？佢真系有嚟噶，即系攞我咁先至攞我命啊嘛！你扫咗我两股之后，你走翻去原本嗰啲低价嘅，咁好啦，我嗰两股过百人钱，你咁啊计埋都系3个几，我仲输得多过我沽到只股票，因为我要俾佣噶嘛。系，明白。咁啊，结果就系、是、咁、去到好夜咁，即系一路都辛苦啦，因为开翻正常噶啦嘛啲价。系啊，咁之后就间平间贱就沽翻啲，即系起码唔好嘥咗我要俾嗰个 minimum 嗰个佣啊，几蚊都系钱嚟噶嘛，你个几人钱股票。几蚊其实好多噶啦嘛，唉，真系好笑，所以下次都系唔好贪心挂咁高啊，咪俾人俾嗰啲俾啲人 mark 价兼俾人玩啊，最惨。好，咁啊嗱，言归正传啦，咁啊，继续讲金啊，金价，好啊，
嗱個金嚟到真係接近1800蚊咧，我其實就開始咧就唔係唔睇好，而係咧就真係你要嗱長線咧個金一定係上嘅。系，咁 但係你嚟到呢啲位咧，你喺低價即係1600幾買到咧，你短線你見佢接近1800咧，你真係可以計一計數，計一計數。因为呢一 round 咧，大家对于而家其实大家个头寸咧系各自各去演绎嘅，即系个美金咧去到呢啲位置咧，佢系 会调整。咁调整嗱呢次咧，佢好得意，佢就算佢印钱咧，个美金唔跌嘅，佢唔跌嘅，因为嗰一刹那个美金都系紧啊嘛。咁但系佢去到。话救呢个救市咧，攞2万亿去2万几亿去帮啲中小企咧，个美金系好明显跌嘅。咁啲非美其实弹起上嚟咧，就唔系人敢品啦，唔系 人敢品啊！呢次个非美弹上嚟咧，你见到欧罗英镑系磅啊上嗱磅啊上翻25啦，咁啊都恭喜啦，Boris Johnson 咧就叫做离开咗出院，系啦，开心嗱，开好心，得意啦。系嗱，之前咧，大家咧就覺得啊，Boris Johnson 去入醫院咧，就好多朋友去沽個磅嘅。系咁，但系我就 suggest，但系唔好沽啊，你寧願低下边買买嘅嘛，系啊，我哋个节目都系咁样讲嘅，系啊，宁愿低买啫。系嘅，啊，即系宁愿低買嘅啫。個磅你沽佢，結果咧由一二三，好多朋友都仲係去到星期上個禮拜三啊，都仲係好多做淡個磅嘅。星期四好多都冇走，星期五放假，琴日翻嚟咧好多都打晒靶啦。即係個磅抽翻上去1.25，我諗大約去20度咧，啲盤就開始冚啦，就啲磅就打晒啦。即係1.23附近空上嚟嗰啲全部打晒靶。咁個磅你行到1.25上面企到喺度咧，你又唔好咁快做淡個磅住，真係唔好咁快做淡，佢可能傻起上嚟，佢上面有機會行到1.27嘅喎，行到1.27轉勢嘅咯喎。咁個歐羅咧就10950前咧，佢而家唞氣，睇下佢會唔會縮翻轉頭啦，睇下穿唔穿一次109啊，如果見到108、80啊嗰啲位都仲係買得嘅，咁你OK，其他商品貨幣彈得好勁，澳洲64啦，系啊，哇，真紐系西蘭之冇前一啦，60嗰啲網友咧就捱啊，恭喜晒啊，終於都係捱，啊，有啲捱嚟捱翻家鄉啊，真係。係啊，因為嗱，之前我好記得有個朋友就佢沽澳洲啊嘛，系我啊，哋系就話啊，傾唔到，因為我哋就全部唔係睇澳洲嘅咧，咁低位沽澳洲咧，好危險。咁系。結果你而家佢反彈啦，佢澳洲咧就出咗幾次，即係佢啲央行都講，佢出埋嗰個會議記錄噶啦。咁央行咧其實嗱，澳紐都係睇淡個經濟嘅央行，咁但係佢哋係落實咗唔細嘅財有啲政政策去救市出掟钱出嚟又系，救市啦，係啦，咁全部都係救市嘅。咁呢次咧，其實呢次救市同金融海嘯嗰次真係唔同啊！呢次救市咧，係真係幫啲企業、幫啲市民咧 keep 住份工，就維持住然後買時間，因為佢哋相信咧個疫情過後咧。個經濟係會 pick up 嘅，你知啦，你澳紐咧，純粹都係你嗰個旅遊消費係好緊要，即係佢哋呢啲咁嘅輸入型嘅消費咧，冇咗個旅遊咧，佢打擊係好大嘅。咁之前有一陣咧，個澳洲同個紐西蘭係近到爭斗領嘅，咁而家好明顯啦，個澳洲咧就同紐西蘭係爭翻毫半子啦，咁毫半子就合理嘅，咁個澳洲嘅經濟相對咧。系比紐西蘭係好嘅，咁我自己咧就即係如果你睇個反彈咧，就應該係澳洲勁過紐西蘭，咁但係個紐西蘭咧開始上翻61咧，又對晒板噶咯喎，又唔好咁容易走去做淡個紐西蘭喎，因為我上個禮拜開始就感覺上個美金咧要調整嘅，咁佢而家當佢調整咗落嚟咧，佢。今個禮拜咧，個美匯指數咧，可能會試多低少少嘅。等我開翻個，
美汇。美汇美元指数佢最低可能试翻落去九，因为佢而家其实咧佢响啱啱响翻正个中间，系响正中间个美汇可能试翻落去98八，半啊，98.5，因为而家99.几，仲有成点跌嘅，仲有成点跌嘅，咁个欧罗可能会抽翻上去接近110。110.5嗰啲位嘅吓，即系你如果系胆大嘅呢啲位系可以买嘅，讲欧罗。咁其他咧，其他你日本就啱啱走咗去封城啦，就日本先而家先走去做紧急状态，即系好多时咧好得意嘅。你会唔会觉得咧？嗱，亚洲嗰个疫情咧大爆发嗰阵时，日本就冇乜嘢，啊，但系而家咧，你连韩国都开始静咗咧，啊，反而日本咧。就開始先至社區爆發，奇怪，零舍萬嘅日本啲嘢，咁你仲睇電視就安倍仲喺屋企換狗啊、飲茶啊，真係有時搞唔真係掂呢啲搞唔掂，呢啲真係搞唔掂，你寧願扮病咧，好似楊信咁啊，唔敢外派，佢兼病嘅，兼病嘅，唉，话系就算啦，咁好过啦，嗱，个日元咧又系，升下就升翻嚟10763啦，哦，系咯，唉，真系。我因为点解咧？因为日本政府咧就有啲新嘅措施啊，零部件，即系佢系即系俾咗一个好大嘅资金出嚟咧。日本响海外做嘅零部件吓，佢就会支持嗰啲企业咧，将个厂搬咧翻厂，搬翻走，搬厂搬走，即系佢唔系话一定要搬翻日本啊吓，撤咁去第二佢。块地度，系。系啦，咁即系佢呢个好明显咧，就因为嗱，因为佢其实就系太过大嘅产业链咧，摆咗喺中中国，国系，系啦，咁当中国嗰成个产业链停咗咧，系拖到成个日本嗰个产业链停咗，所以咧而家日本政府咧系建议佢或者企业咧，除咗中国之外咧，希望佢哋搬翻啲厂翻日本或者去其他地区，因为嗱呢一样嘢咧。大家要諗得好深嘅，即係嗱，日本個經濟係已經好曳嘅啦。咁佢如果出呢啲錢，即係扶助呢啲咁嘅企業翻去咧，第一佢可以增加翻佢本土嘅就業，又或者減輕佢其他企業響中國大陸嘅投資，因為其實而家中國大陸嗰個做工廠已經唔係平㗎啦，因為你好多。社保啊，各样嘢咧，其实相对其他南亚国家咧已经贵嘅啦。咁佢 suggest 咁样 suggest 咧，其实有个 intention 令到嗰啲公司真系会去谂做呢样嘢嘅啊。所以大家咧就要即系嗱，日本其实佢哋嗰啲工业咧，即系如果佢肯即系落手落脚，真系真真正正去做，一定系好嘅。睇下有冇机会刺激翻日本个经济咧。即系虽然嗰个而家日本个疫情咧，你会睇到几样嘢嘅。嗱，佢而家就话将嗰个奥运会延去1年后啊。咁其实咧呢一次个疫情咧系反映咗咩咧？反映咗成个日本个医疗系统咧，其实系好唔掂，系好唔掂。咁如果佢喺搞呢啲国际大型嘅 event，万一真系到时又有一个比较大嘅健康事件咧，我相信日本系 handle 唔到嘅，所以咧佢而家其实应该要尽快，即系你要有第二个 plan B 咧，去睇下点样去搞个医疗，因为其实佢真系如果万一即系大部分人都系病人系讲英文嘅咧，咁佢个成个医疗系统咧亦都顶唔到，所以真系日本明年搞个奥运咧，都仲有好多隐忧喺度嘅。希望即系我自己即系好衷心希望佢系搞到嘅，咁但系就即系睇下佢哋点样搞啦，睇下安倍即系挨唔挨到，即系佢个首相，佢而家几大都要延住佢个首相位去做奥运，一阵间真系万一有咩甩漏。搞咗咁多年咧，连任咗咁耐都系想去做威一次嘅，结果冇份啊，好喂，笑。有时好奇喎，你跟住咧就下，你有时时来运到咧，就可能下一个咧就执个热煎队，唔出奇系啊，真系唔出奇噶，嘅，唉。因为好多时咧，你知啦，日本个政治啊，全部都系即系金钱政治嚟嘅，
所以咧就係即係啲利益嘅問題，因為你呢一次大洗牌之後咧，個財富大轉移咧，你唔知出咗邊一扎財閥出嚟嘅，嗰扎財閥唔一定繼續支持你安倍嘅，呢樣先就係關鍵。冇错，好，咁我哋继续观望日本嗰边嘅个进展啦。Currency 仲有少少问题嘅，有网友就问加子同埋纽子嘅，佢可唔可以揸翻转头？因为之前上个礼拜就斩咗，咁啊就睇下有冇得报仇咁讲。唉，点解咁快斩咗个纽西兰啊？你话加元因为个油价棘住佢咧，你话佢冇咁好，我都即系你话斩咗个加元，我都。唔会阻你，但系纽西兰我一路都，因为我自己一路都系睇好纽西兰，因为其实今年其实那个年头其实系有计划咧系做个纽西兰嘅，咁但系因为真系你遇到好多奇怪嘅嘢啦，即系由健康事件各样嘢啦，就令到咧即系成个即系炒纽西兰嗰个 plan 咧系停咗落嚟，咁停咗落嚟咧，咁但系我相信咧，你咁大有啲咁大嘅分去做一样咁嘅嘢，唔会贸贸然将个所有仓 clear 晒咁样，咁一定系会有后着嘅，所以我继续持有个纽西兰嗱个加元咧，升到去1,370几咧，其实真系有啲高啊，都升翻好多，其实都好多，你知啦，我哋即系我最怕加元咧，佢就行大单边噶嘛。是即是他一个单边行起上来呢他行足1,000点的。他由14.5那些位翻翻转头。咁嗱来到这些位呢即是我自己就不敢追啊加元。因为其实大加元行起上来傻啊又是。咁他这一阵其实这一个月呢个加元真的好大经历的。1,416咁就是行返落来1,385。其实去到139就应该差不多。我不是太过看好加元的。即是加元来到这些位置差不多。好那一定讲个油价啦。唉那真是我们都应该我们全部网友全部都不意外是吧那基本上呢就公布了个deal啦。那deal长阵间先再讲啦。那总之就叫做倾成了deal就减产。跟住呢个油价呢就高位回落差不多22蚊啦。啊 ,22 个零。有网友问有没有机会穿返20添啊穿20就是买啦。穿20就是买啦。即是你由18蚊到18到22蚊咧，呢啲位置咧个油其实系买系唔惊嘅，系唔惊嘅。咁你话去到27蚊楼上，去到27到32啊嗰啲位咧，你就冇理由买喎，嗰啲位就应该系沽喎。咁嗱、啊，其实好多时咧，好多朋友咧，上个礼拜嗰只咩啊，嗰只油 ETF 系咩？系咪3175？系啦，3175系啦。3175呢你哋呢就即有个错觉呢就是要等到佢开完会先要走。其实我都讲咗几次呢就是你唔好等佢开完因为你走唔到冇对冲嘛夜晚黑。咁你一定係星期四走咗我当你係5蚊楼上买你星期四走咗你而家买返呢又叫偷返个位又可以坐住。你呢啲位买其实冇坏。但是你在5.5-5.5啊5.4啊那些位置买呢不是不得变得辛苦一点嘛。你都要看个油价嘛。那现在可能又要挨啦。那你挨呢就它不多的它上返25-26蚊其实不难的。那但是它去到那里就停了变咗你那个但其实今日跌多咗嘅嗰只3175应该好多朋友呢今朝早呢、走咗。今朝早好多朋友出嚟打靶。唔出奇啦。咁呢即係呢啲位其实今朝早咁低位呢你闹佢其实冇坏。即係你低闹就冇坏。但係你高追呢其实呢个你要注意风险。点解我哋成日话即係点解有时啊有你有啲 ETF 呢你要搵啲美国嗰边嚟玩咧，就因为你夜晚黑有机会走到啊嘛。你就算你要你可以即日沟，你即日沟或者你即日走。你而家香港我俾你今日而家沟啊，但系到夜晚黑个油真系弹上去，
你又走唔到喎。哦，到佢半夜，跟住又落翻嚟咯個油價，咁你又冇份啦。所以咧，呢啲咧，同埋佢呢一次咧，就3175嘅炒味咧係濃咗嘅，係濃咗好多嘅。咁大家所以當嗰個有時佢除咗佢跟住個油價咧，佢要跟供求啊嘛，多人炒賣，自不然啲價格嘅又有少少偏離啊嘛。我諗起上次，所以下次係。下次就要小心啲啦。系啊，上次我哋咪有个网友咧，咪买咗10几万股嘅，咁啊，佢希望佢差唔多，其实成本价走咧，哇，而家差好远，大佬争5-6毫子，争成6-7万啊，咁啊，希望嗰位网友就即系走得靓价啦，系嘛，咁啊可以再考虑啦。咁啊，其实而家好似文锦上所讲，咪等咯，系嘛，等佢要再跌低啲，咪先再买咯，吓就系咁样啦。个油价都系 range 啫，即系佢落到去接近20蚊咧。佢再跌個空間唔多嘛，因為你再跌，佢咪再傾再減多啲啫嘛。冇錯冇錯，嚇、就是、好去明白去翻個銀嗰度嘅，有冇我都想問問個銀喎、哦。個銀跟唔足啊，個金上個銀唔上啊。咁啊，不過因為會唔會之前都相當硬，所以就呢下就金上翻啲咧嚇，即係之前因為金即係佢即係之前個銀都幾硬淨啊嘛，咁會唔會所以呢下就冇跟得咁足？佢前。佢有啲食股啊，有啲食股啊，佢闪上去咧，佢琴日个期银行得唔靓嘅，个期银行得唔靓，因为佢个现货银去到15.75到16蚊嗰一段咧，个阻力唔细嘅，就冇咁大，即系唔系好大胆咁够胆咁踢上去，即系而家个银咧，你再炒下一个松咧，你就要佢上咗16蚊先。去咗16蚊楼上，你先至再睇，即系而家佢响可以响15.75唔过咁咪掉头跌翻落去15.25到15蚊嗰啲位置，我就担心佢褪翻落嚟，因为嗱你个金都话，因为佢哋印银纸啊、救市啊，即系避险啊，有啲作用啫。咁但系你个银大环境个经济系未得咧，所以个银咧，即系就算佢系涌上去咧。佢嗰個速度、那個力度都唔會咁勁嘅，唔會咁勁嘅。嗯 ，OK， 好，咁就講少少港股啦。有網友1038就有啲貨嘅，咁啊睇下有咩有冇咩睇法咁樣。嗱，呢只嘢咧，其實咧，你呢啲位置買咗咧，就你咪擺下咯。因為佢第一，佢你話脱歐啊，嗰啲冚唪英鎊嗰啲問題又解決曬噶啦。咁但係你話全球嘅經濟，即係因為佢其實最主要都係即係好多電力嘅，即係你當佢係一隻公用股嚟睇啦。佢可能去到50蚊就应该要唞气啦，停噶啦，冇咁快。睇佢息啦，佢息率如果够咧，都仲可以买嘅。因为而家你知啦，冚唪唥都唔派息嘅，你呢啲公用股有息嘅都未尝不可。但系你要记住，即系长安基建咧，佢有部分咧都揸住 Husky 嘅黑司机嘅石油。如果唔对板咧，佢赚少咗咯，唯一呢样嘢啫。系 OK。好咁咧，就仲有788点睇，佢话就星期五出第一季业绩啦。有冇啲你咪憧憬？嗱，788咧，佢憧憬系有嘅，但系你要记住咯，佢个上边有一浸蟹货区咧，有一浸蟹货区咧，佢系喺大约个九1.9到2.2之间啦，2.1即系个九到2.1啦。呢2毫子咧有一浸蟹貨嘅，即係而家咧，你而家呢啲位買冇壞嘅，即係因為我自從沽咗之後咧，冇落翻去俾我買到啦，即係我成日想1.65到1.68嗰啲位買翻，買唔翻，暫時都仲未買到，咁啊低買可以呢只股票，低買可以1.65最 ideal 嘅，我就想1.65買，因為佢上次穿落去。过四弹翻上嚟嗰啲日子，过半人钱、过六人钱嗰啲几日啫嘛，有就有，冇就冇噶啦。咁你即系我就赚咗个毫几子，咁但系想佢低啲咧，再留翻佢，即系最好就有一
个六毫半啦，咁我都会买嘅呢只股票，不过未到价，我就忍住先。你或者佢抽穿咗个九到两个一，嗰扎蟹货走咗之后咧，就应该行得好劲噶啦。你知啦，如果真系开两会嘅，五 G 一定系话题嚟嘅。系啦，咁就有网友就哎呀，佢买咗7500嘅，佢8蚊买咗，咁就。咁如果 rain train 其实都几都即系有时系难走啲咯，呢啲咁嘅反向嘅 ETF 真系7500反向，反向你8蚊，你睇下有冇弹翻上去，有冇机会弹翻上去7.6到7.8啦，有你见到你都要走噶啦，因为个期指唔似跌嘅今个月，系啦，好咁就问 Nike 喎，系咁 Nike 赖咗 care。Nike 咧，系嘛先 ？Nike， 你体育用品，体育用品其实 Adidas 唔掂啊嘛，喺德国好似。Nike 之前好 OK 嘅，咁啊呢阵咁实落翻嚟噶啦，消费品。哦，佢又唔算落得好多喎，佢又唔算落得好多。而家唔系买呢啲品牌，大家如果体育用品吓，体育用品你其实你自己出街你知嘅，你除咗。波鞋咧都仲系 Adidas 同埋 Nike， 但系啲服饰嘅咧已经唔系呢两只品牌啦，咁唔排除再过一阵咧，就大部分人咧都唔系 Adidas 同 Nike 啦 ，Adidas 同 Nike 佢会出翻啲即系你新款嘅唔够人争噶啦，你出传统嗰啲，即系我好似好简单，我中意买旧款啲 Adidas 噶。旧款嘅啊，咁而家有几只美国嘅品牌，我即系有啲咩 Under Armour 啊，系嗰只几只系嗰啲，但系佢哋呢啲咧，因为佢哋呢啲仲用化纤嘅，啲油价咁平咧，啲化纤咧就会有一段时间平，咁但系记住，当你减产咗之后咧，个炼厂嗰个开工不足咧。到最尾咧，啲化纖咧就會貴噶啦。到最尾啲化纖會貴咧，咁啲化纖咧就好值錢嘅嚇。咁所以第日咧，即係有啲有嗰只做製衣嗰只叫咩啊？死啦！唔記得。好大嘅咧，嗰只唔係叫做製衣啊？就係做有冇網友知道醫療啊？我有介紹過嘅，死啦！咩州啊？曼州、新州，咁个新州跌得低咧，我兜翻少少新州啊！我自己睇咧，佢哋呢啲咁嘅行业，其实同个经济影响咧就唔会太大，即系尤其是做佢呢啲咁嘅呢啲材料咧，佢哋都系佢哋好应该佢哋做得多嘅。好，最后美股有冇啲？sorry，敏感上嚟讲埋先。我到时再留意一下大家。最后美股啦，有冇啲咩位可以作参考呢？咁啊，虽然都暂时期货都继续升啊。美股今日一行翻嚟，即系所以而家你话几难炒咧？琴晚我啊买咗 S&P 嘅，不过我3点几见佢弹鬼咗上去，平鬼咗佢，平完之后佢再行上去。而家美股睇下先，佢又行鬼咗上嚟啦。S&P 279几，我274几已经走咗啦。279几啊，都C零噶咯，呢啲位啊唔应该追。个刀23600，你睇下，哇，鬼准650644高。即系嚟到呢啲位唔系追嘅喎，即系去到啱啱啲波幅区界个顶，即系偷呢啲系偷鸡沽，然后就摆翻穿顶止蚀。即系例如你个刀而家23600，你做淡咧，穿23660啊、650啊嗰啲位你就要 stop 啦。个 S&P 就要穿我谂28000啦，你就要 stop 噶啦。立子边好啲啊？立子会行得好啲啊 ？OK， 好，今日唔该晒文锦 Sir， 好，今日听日再见，好，拜拜。好，唔该晒文锦 Sir 啦，好，休息一会，咁啊，好快翻嚟啊，早晨财经直播室啊。
好啦，嚟到10:45啦，咁啊嚟到星期二嘅早晨财经直播室啦，嚟到亦都呢个复活节长假完之后咧，咁第一日同大家做 live 啦，咁啊琴朝都有少少 live 嘅，咁但系咧就琴朝录播啦，而家今日做 live 嘅，咁啊有今日咧都阵间稍后啦，有 FB live 啦，再之后咧就有啊今日有特别嘅节目啦，就系、是、呢个华盛证券啦，同埋呢个 CME 嘅合作嘅呢、這个我哋叫4月复活嘅财经研讨会，都系网上边嘅，咁其实一个网上 seminar 啦，咁啊大家如果 Regular Finance 听众都唔会太陌生噶啦，咁啊今日好开心啊，其实我都相当之期待啊，就终于咧同我一个讲美股嘅真系前辈啦吓，呢个美股队长咧就可以同佢一齐合作一下啦，咁仲有华盛嘅 Jo 啦，跟住但系我发觉个问题咧，出咗街之后发觉，咦系咪应该着翻 formal 少少咧？系真系大镬，阵间等会买翻件衫先咁样。好啦，咁就。今日淨係唔使华盛证券户口嘅，今晚嗰、那个咁淨係就 YouTube 呢，留意住黐住我哋 Regular Finance YouTube 4:30左右啊开始咁就得㗎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咁讲讲嘅新闻相当之多新闻，咁琴晚美股呢就係、是、一个首先讲过啦，就係、是、纳指呢就喺呢、个 future 嚟嘅，纳指升咗，但道指同埋呢个 S&P 就跌嘅。咁点解呢，就讲下啲宏观嘅新闻先。首先讲过啦，咁整个气氛呢就好咗少少嘅。咁 Donald Trump 咧又出 tweet 咧就话将会有一个好重大关于经济嘅消息就可能会公布，咁咧就会唔会关于经济重开咧？嗱，咁大家咁啊，其实要跟住我哋嘅话咧，其实我哋记得三四月嗰时候就同大家讲，喂，今次唔系世界末日，唔系天塌下来，但系当然大家如果个 position 太重嘅话，你唯有减仓嘅，系冇办法噶啦，因为呢个系唔系一个选择嚟嘅，呢个一个risk management 嚟嘅，就恐防你就再即系就算我哋觉得喂唔系可能即系就见咗底噶咯，短期，但系你个 position 挨唔到咧，系唯有减仓噶啦，咁样咁好啦，咁啊去到四月嗰时候啦，咁我都已经讲过咧，讲过无限咁多次啦，佢而家玩嘅预期系玩最差嘅预期，咁只要好咗少少咧，佢就可以赢。嗱，你见到 Donald Trump 咧开始廿文廿武啊，佢竟然可以出一个咧 Happy Easter， 大佬啊，你而家死咗几万人，你而家出个 Happy Easter， 咁其实代表啲乜嘢咧？代表其实佢有啲信心咧，呢、这个真系如佢嘅剧本所愿，或者如我哋睇嘅剧本就系、是、四月头公布最差两个礼拜就谷尽晒所有数字，咁然后咧就炒条 curve 咧就开始回落嘅，仍然个剧本冇变到，希望四月尾咧就最四月成个四月最差，五月咧就开始回稳，六月就开始复苏翻嘅，咁由六月去到由五六月去到11、12月嘅呢半年咧，我将会系今晚同阿美股队长咧就一齐倾倾。咁我今晚嘅打算就倾呢，即系呢个咁样嘅睇法嘅。OK， 咁啊个别股呢啲梗系问翻美股队长啦。咁样好啦，咁就所以就咁样啦。咁啊 ，Donald Trump 就话可能会有经济重开啦。而呢个 Goldman Sachs 咧就吹大就合奏嘅，就话咧可能美股已经见咗底。OK， 咁佢话市场最差嘅时刻可能过咗。Goldman Sachs 咧系琴日出个 report 嘅。Goldman Sachs 咁出咧，我就惊地啦。OK， 嗱，咁但系。我唔知道嚟緊会唔会再见多次底，嗱，譬如呢、这个上次边个话可能会再差多次咧？啊，系啦，呢、这个江拉克债王就话可能会四月再差多次啦，我唔理。总之咧，我睇法，总之系就四月尾五月咧，可能系会有机会再跌多下嘅。咁但系有冇机会再见底咧？我哋唔好预测，因为个由底位弹翻上嚟，而家已经超过5000点噶啦，道指超过5000点噶啦，佢系18000几，冇5000都4000几，我睇翻先啊。最低位系18900。OK， 18900距离而家真系差唔多4000点咁，啊唔系、哦，18600啦，18600已经5000几点噶啦，吓，咁5000几点，喂，大把水位俾佢回调翻落去，咁所以咧，我系会觉得有机会再跌一翻落去，咁但系嗰个咧可能系一个再买多注嘅良机嚟嘅，吓，咁啊及住 VIX 啦，咁 VIX 咧见到落翻30几噶啦，咁佢会鬼鼠咁落翻去，咁我哋及住啦。佢 keep 住30至40咧，仍然仲系上落市嚟嘅。我睇法系上落市。咁啊，而家几百点呢啲，我谂大家都即系觉得冇嘢啦，系嘛？即系拗痕都唔痛啦，咁样。咁啊，呢个就一样嘢，美国经济嘅方面啦。第二样嘢咧就头先讲过啦，油价终于都倾成雕嘅。咁 OPEC 加咧就同意五月起减产970万桶。
嗱，咁但呢样嘢咧 ，Donald Trump 其实已经一马当先，已经 price 先晒噶啦。由 Donald Trump 讲话要有 deal 嗰刻已经 price 先晒噶啦。咁我琴日节目咧都讲几多关于油价嘅个反应嘅，所以咧就系、是、变成有 deal， 但系油价跌，我哋毫无意外嘅。咁我觉得，所以点解我就话啦，我觉得会睇中线，我觉得睇升，但系冇直播率或者直播率唔高吓，就是、因为咁样嘅情况，仍然咧维持原判。佢跌穿二嗱，如果今下我觉得暂时唔好掂个友住啦。你问我嘅话，我觉得就系、直播率唔高啦吓，直播率唔高。好，咁就个别股咧非常之多新闻啊，讲个别股先。第一，福特汽车咁咧就系琴日出咗个第一季嗱。而家开始咧，将会系第一季业绩开跑。今次业绩系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咁就要特别留意住唔同嘅板块嘅最即呢今次业绩咧，系俾你去做功课咧。究竟如果再有调整嘅话咧，你系揸啲咩股票嘅？咁所以今次业绩咧系要同大家要密切留意啦。咁啊 ，Ford 咧就先公布咗第一季业绩，哇！大镬，咁啊比上年第一季咧就跌咗嗰个盈利啊，就跌咗16% 嘅 ，OK，Ford 跌咗16%， 咁就个净亏损咧就去到6亿嘅，第一季输6亿嘅，咁就令到佢股价咧就跌咗4%啦，咁当然系差过大市啦。咁啊今年以嚟咧，福特竟然跌咗44% 啦。OK， 咁仍然我所讲嘅呢啲咁嘅弱势股咧就咪鬼掂佢啦。咁 S&P 咧甚至将佢嘅 credit 咧就跳到垃圾级别嘅，咁啊，游行咧就佢就未到执笠吓，咁佢嘅 balance sheet 咧仲有300亿美金，咁但系咧300亿里边咧有5亿系借翻嚟嘅，哇，非常之大镬，咁啊而令到大家就不禁又会怀念翻呢个传奇 CEO Alan Mulally 啦，咁我见到咧佢而家仲系好多报道关于佢，点解咧？因为Alan Mulally 我节目都提及过啦，咁佢嘅传奇嘅 CEO 事迹咧，就系、是、当波音一撇屎嘅时候咧，佢救翻波音，令到佢喺波音任内咧个股价升咗3倍嘅，然后佢就离开波音去接手 Ford， 亦都系一撇屎咧，俾佢咧就死都咬翻生。2014年离开之后咧 ，Ford 咧个股价就一蹶不振啦吓，咁就而家你系咪好怀念呢个咁样嘅传奇 CEO 咧吓？佢离开咗之后，波音系一撇屎。Ford 亦都系一撇屎嘅，咁啊唔好讲啲咁衰嘢啦，讲嗰啲好嘢先啦。Amazon 升个6.1%嘅 ，Amazon 咩事咧？嗱呢间真系好公司，即系我真系都冇钱买大佬，都好鬼死贵。Amazon 发生咩事咧？请多75000人，嗱最强嘅公司喺最差嘅环境系增长嘅，好似 Regular Finance 、okay。系嘛？咁啊，请咗75000人，咁当然咧就点解会需求咁增加咁犀利咧？因为网购需求增加，亦都系我之前成日讲啦。记住呢一刻里边，好好谂下，如果你系做生意嘅，或者你系打工嘅，你都要帮公司谂埋咯。就系我讲过三样嘢：产品、推广、销售，一定要有互联网嘅元素吓，即系最好三样都系冇嘅，最好有两样吓。如果你得一，如果一样或者零样嘅话咧，非常大镬。Amazon 啊，咁当然系网上去销售啦，系嘛？咁佢亦都系即系全世界最即系美国最强嘅一个吓网上销售嘅零售店咁样，咁就唔够做啊，唔够人手啊，请多75000。嗱，而请呢75000咧，除咗系个业绩上俾人好大嘅一个信心之外咧，喂。为即系呢啲系国家任务啊嘛，大佬系嘛？喺国家有难嘅时候，你竟然可以仲帮国家吓、啊，即系呢啲就叫解忧啦，系嘛？就唔系添乱啦。咁呢啲咧就系、是、就当然会受到吹捧啦。OK， 好啦，咁啊，但系有啲都大镬嘅，传统工业就大镬啦，系嘛？可能佢冇网上产品，冇网上推广，冇网上销售 ，Caterpillar 大跌9%，非常大镬。咁另外一种咧金融股、啊、就大家今日留意就先跌一跌，先跌一镬先嘅 A E 啦，高盛啦，呢个 J P Morgan 啦，全部都跌嘅，咁波音都跌3%啦。费城半导体咁呢个我睇好嘅板块嚟嘅吓 ，OK 晶片股啊，咁 AMD 升咗6%，唔系5.几%啦，英伟达都唔错，呢、这个Intel 都唔错嘅，咁另外升得好劲咧，仲有 Tesla 呢只真系神股又系佢，妖股又系佢，竟然咧系升13.6%，去到650蚊嘅，呢只我真系完全唔识炒啊，咁啊你哋加油啦，如果你哋想炒佢嘅话，咁佢就声称5月咧系会有好嘅消息嘅，声称五月有好嘅消息啊，呢只就咩癫股。咁另外一只我非常之中意，但系我成日都话唔敢买佢咧，咁
事实证明就是我真的又不够眼光了。Netflix 啊 ,OK, 咁我想大家在我有网友这个长假期有看 Netflix 的，我有啊，我打返个 yes 先。等我打返个 yes 先。我就有啦，有没有网友这个长假期有看 Netflix? 你看啲咩喂，不如分享一下，我等我打返先，我睇呢个叫做 The Great Hack,OK。好啦，有冇人睇咗呢个 Regular Finance 几时请人？暂时冇啊，请咗啦，三月已经请人啦，请咗即系咪请咗阿 John 同埋叫做 Apple 咯 ，Apple 又唔系请佢嘅，不过佢帮我哋做好多节目咧，即系直情哇，即系差唔多半个 staff 咁滞噶啦。OK， 咁啊 Netflix 咧就点样咧？个第一季用户增加两成啊，几劲啊，增加两成啊，咁啊股价大升7%，去到52周高位。今年咁样嘅市况，佢竟然系年内高位啦！呢啲强势股啦，呢啲强势股咧，不过咁嗱，又系嗰个问题啦。佢新增嘅多人多订户多收入，唔代表个股唔代表赚得多多钱噶。所以咧，即系我唔敢，我要睇佢今次个业绩先咯，睇佢今次业绩先。好，另外最中意讲呢只噶啦 ，SoftBank 简直系输到负粒啊！我 comment 都系输到负粒。应该冇乜网台财经节目可以用输到负甩咗个标题嘅，咁啊 Regular Finance 就可以啦。咁啊股价再跌多3.5%，咁啊公布咗上年嘅全年业绩，哇，真系第一次15年嚟第一次整个财政年代输，但系佢唔单止输，系输到 PEK 嘅。咁啊全年咧输咗125亿啊，经营亏损125亿美金，即系差唔多970亿港纸啊，大佬。一个基金输900亿港纸，哦，真系呢、这个世界得一个人会比较开心啫，可能系金管局会比较开心啲啦，系嘛？你睇人哋几差咁样，我算系咁样噶啦。咁当然啦，其中就系 Vision Fund 啦，吓咁啊！之前我谂我第一个讲嘅就系话，你真系唔好以为孙正义嘅神话系咪先？即系一直你唔止蚀嘅话，一只 SoftBank 一只WeWork 就搞死你啊！分钟的确搞到佢真系鸡毛鸭血，所以各位网友。真系记住止蚀，你唔止蚀嘅话咧都得。你如果只资产 total loss 你都冇事嘅话，好似巴菲特咁样，但系巴菲特都止蚀啦，系嘛？孙正义唔止蚀，佢1000亿基金都扑街，巴菲特都要止蚀，你可以唔止蚀吗？系嘛？咁就 Vision Fund 点大镬法咧？就竟然帮佢输咗170亿美金。即系咧，佢间成间软银里边咧，其他业务咧，其实都算系咁噶啦，赚到几十亿，但系都唔够一只 Vision Fund 输。OK， 咁啊 ，Vision Fund 输乜嘢咧？当然除咗 WeWork 啦，咁其实佢其实其他嘢都好大镬噶。譬如印度有一间叫连锁酒店品牌Oyo 啦，又系输到 PK 啦。咁啊，因为佢就摆佢掟好多买嗰啲初创企业咧。咁但系我都讲过啦，唔系只只都系阿里巴巴嚟嘅。咁咧，佢好有压力，我觉得啊。佢有機會繼續買阿里巴巴嘅，咁啊呢個就小心啲啦。咁就點解呢？佢又嗱，因為資產咧大約係百幾億資產啦，但係啊呢啲咧就係表面數嚟嘅啫。佢當中咧，佢而家大約有4-5亿股嘅關於軟硬度，但係佢咧原來有2.8亿股咧，即係接近60%嘅股票咧係壓咗落間銀行裏邊嘅。咁即係佢繼續借貸啦。點解咧？因為佢自己有份投資落呢只 Vision Fund 嗰度啦。咁我之前亦都再講過啦，其實佢咁樣自己投資翻自己嘅基金咧，其實係都幾危險嘅，因為基金一冧，你公司都冧埋，咁有機會咧係而家要求佢保孖展嘅。咁即系话咧，孙正义咧要继续卖嘢啦，吓真系你冇即系衰到要破产啊！孙正义话俾你知，真系你真系大镬。好啦，今日礼拜二开始，即系今晚开始，就财所有嘅金融机构咧，全部都会公布业绩 ，JP Morgan 啦，Wells Fargo 啦 ，Wells Fargo 一定系行先噶啦。咁啊，美银啦、花旗啦、高盛啦，等等等等啦，今次要我预期咧。是会差的。点解呢？除了真的差，我觉得是他们第一季银行是不是很差，我觉得不是。点解呢？因为太多钱。因为银行最主要就是理几样东西的。第一就是说他那个资产的质素是怎样。因为呢说这间公司又降级，那间公司又还不到钱。但是记住，因为联储局呢说跟你 back up 晒他嘛，联储局是跟你乱 Q 咁埋晒他嘛。咁你譬如话我有条烂账，譬如10万嘅，咁喂联储局会同你，如果佢唔走数，联储局可以同你走。嗱，咁样你拨唔拨佢做外坏账咧，系睇紧银行啦，
啊，睇紧银行啦，佢有权唔拨嘅。咁嘅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就未必系好好大件事啦。第二样嘢就当然息差嘅问题啦，因为咧个联储局系咁减息咧，对于银行嚟讲咧系难嘅，系即系个息差业务系即系继续收窄啦、收窄啦吓呢方面咁样。咁但系咁讲，其实好对于传统银行就影响大啲，对于譬如话你有 investment 有投资概念嘅嗰啲咧，即系譬如你高盛啊、JP Morgan 啊、Morgan Stanley 嗰啲影响就未必有咁大。咁就但系我觉得今次点解会差呢？喂，我系银行啊，我老虎都讲差啲啦，大家明唔明白？喂，如果我今个月第一季条数差啲，我全年埋单条数而追啊嘛，系嘛？咁同埋今次如果差嘅话，喂，冇人怪你、啊、，OK？ 咁所以咧，睇下究竟出到嚟系咪差啦，同埋就讲关于个 buyback 同埋个派息啦。嗱，而家咧就全部都唔 buyback 嘅，呢一样嘢咧亦都会影响股价，因为上年咧。2019年里面点解啲股价升到咁癫呢，就同个 buyback 都好有关系。咁但係呢就未必会减派息，因为佢哋可能都睇到话你汇丰一减就搞到咁 Q 样嘅话呢，未必减，未必减好多派息啦。咁呢个就要睇个业绩点样公布啦。咁所以呢我觉得就唔需要博住睇详细睇睇先。睇睇个今次佢点样公布的情况先。好，今日另外今日仲有少少，仲有啲时间咧，我想讲嗰个债务嗰个问题嘅。OK， 嗱，咁有篇文咧，我咧又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呢、這个咧就 Wolf Street 咧，呢个华尔街浪人系嘛？Wolf Street OK， 咁呢篇都一个几呢个都算系个几出名嘅一个财经 blog 啦。咁啊，其中咧就呢篇之前噶啦，但一直都冇机会同大家分享啊。呢、這个 Wolf Richard 咧，呢个就系佢嘅总编辑啦。咁其中有篇文咧就系讲呢个 junk bond spread 同埋呢个 BBB bond 嘅 spread 咧嘅问题嘅，咩意思咧？嗱，美国而家我哋股市而家叫低位反弹咗成5000点，我哋当佢冇事先 ，OK？ 咁就惊个信贷流动嘅问题啦。如果唔惊啊，联储局都唔会系咁倒水啦。但国债好劲，吓国债仲有好多人买，美元仲系好劲。咁个问题咧就一定会去到啲垃圾级别或者投资级别边嘅问题啦，咁样。咁咧就阿 Wolf 咧就之前就提醒过大家，佢就话呢个垃圾级别同埋。BBB 系未到垃圾嘅 ，BBB 就 investment grade， 即系未到垃圾，高收益啦 ，OK， 即系类似 high yield 咁样啦。咁咧，佢话佢哋两个嘅 spread 咧，乜嘢 spread 咧，就系同美国债券嗰个息差越嚟越高，就直情去到雷曼爆煲之前值啦。咁啊，睇下呢幅图，呢幅图咧就系BBB bond，OK，、okay? 嗱，你见到咧升到3厘几嘅，嗱咩意思？就即系话咧，啲钱咧。是对于呢啲咁嘅垃圾级别嘅公司系冇信心，但系就掉晒落国债嗰度嘅。咁而家平均息差咧就有3.68厘，就超越咗2008年嘅9月15号啦，亦都系雷曼爆破产之前嘅日，亦都系小弟生日之前嘅日。OK， 咁咧，但系个量咧系非常之劲抽嘅。嗱，呢个 BBB 规模咧，而家清差唔多咧系占咗有万几亿美金嘅，系有万几嘅美金嘅息差。咁呢个咧系一个问题嚟嘅。嗱，呢个系一个危机啦。OK， 咁就下边亦都有呢、這个BB 啦。嗱 ，BB 就差唔多到垃圾边嘅，直情垃圾咁滞噶啦。咁佢亦都差唔多去到雷曼爆煲之前值啦。咁嗱，即系咁样讲。是一个危机，但是联储局都是咁嗱，联储局都出到声咧，23000亿咧，就话连垃圾乜 Q 都扫晒嘅。咁我嗱，同埋呢篇文咧，始终都1个月之前，即系2个礼拜之前啦，所以其实咧系要再睇下究竟而家呢一刻个 spread 有冇收窄翻啲嘅。咁我未睇啦，咁或者我呢一个两日就同大家分享。不过呢篇文咧，佢最尾咧，咁我就好觉得好正嘅一段咧，就系话呢个有个字咧，我觉得好啱听嘅，就系乜嘢咧？佢就话啦，嗱，而家联储局咧系乜 Q 都买晒嘅，疯狂咁买啦 ，OK， 咁佢就话啦，呢、這、一个咁样嘅情况咧，就系、是、前所未见咧，就系乜嘢 ？Everything bubble 啊！之前联储局咧就吹咗个乜鬼都 bubble 嘅情况 ，OK， 哇，佢系讲紧咧就系上咗10年啊，佢话对上咗10年咧，如果唔系联储局咁样去吹一个。Everything bubble， 记得2019年系股债金回，股债金股债金有全部升噶嘛？如果唔系嘅咧，咁呢个咁嘅 bubble 咧就俾个疫情督爆咗之后咧，就而家搞到个市场就好混乱。但系我想讲咧，我觉得嚟紧系会再吹一个
更大嘅 bubble， 呢个叫 The Great Bubble 啊。我觉得，咦，我突然间谂到咁嘅名字，啊，我今晚就用咁嘅标题 ，The Great Bubble。OK， 咁但系呢个 Everything Bubble 咧，我都几中意啦。OK， 而家系咪个 Biggest Bubble 呢 n o 我觉得 The Biggest is yet to come 啊，嚟紧呢个更加大嘅。咁究竟呢个美债有冇咩问题呢，就要即系真系要继续留意啦，吓，继续留意啦。咁啊，讲债梗系要讲翻中国呢方面啦。中国咧今年大约有1200亿嘅美元债要到期嘅，嗱1200亿，咁啊话多唔多，话少亦都唔少。垃圾级别嘅债券咧就2000几亿嘅，咁啊其中咧内房啊占1/4，咁就咪贵，即系我觉得真系好危险啦。OK， 咁啊另外今下个月到期就20几亿左右，嗱咁但系呢啲债咧个息率已经去到 15% 以上啦，所以咧纵然美国嘅本土咧系里边系美金系而家联储局系咁掟出嚟，喺中国方面咧。是非常之紧绝的美金，非常紧绝。OK， 咁所以点解三月外汇咧竟然跌咗460亿个外汇储备？咁我都几惊讶嘅。嗱，佢公布都喂，佢讲出嚟条数都少460亿个，免数都少460亿个。咁就佢嘅解释到嘅就系因为咧佢话美元强劲，咁所以咧就其他嘅外币咪非美货币就跌翻啦。呢个真系简直离晒谱啊！喂，咁你声称70%嘅储备系美元噶嘛？咁点会即系咪不过是但啦，系 OK。咁啊呢个即小心，即系我觉得系因为你都要顶住有啲机构啦。虽然佢就话啲地方债就开始唔顶，你譬如你有啲国企你都要崩，或者半国企你都要顶噶嘛。咁所以呢个咧，所以点解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唱多啲美元喺手，够唔够唱啲美元喺手，就系咁样啦。咁事实上咧系美元紧绝嘅。咁啊呢个就继续留意啦，啊继续留意住中美两边个债务问题啦。好，睇下有冇咩 comment 先，冇咧就差不多啦。咁啊，Money Face 都好睇嘅，不过我未睇晒。咁买 QQQ 唔系，但系我就觉得系买 QQQ， 但系系咪呢一刻买咧？喂，大佬佢反弹8500咯 ，Nasdaq 佢低位几多先？低位系6686个大佬，6686计一计先啊！嗱，八四当今日8465啦，8465减6686，喂，反弹咗27% 噶咯，哇，真系！不过今晚问下美股队长先，OK， 咁就大师好翻啲啊！大师就有啲身体不适啊，咁啊长咁，但系而家就稳就叫做稳定翻啦。咁但系长情我谂都由翻大师自己讲会好啲咁样噶啦。点解小米瑞星跌咁多？系咩？瑞星就之前个业绩好差嘛，所谓，但我又唔系觉得好差嘅。但我唔系叫大家买啊，当然我唔会推介呢啲股票，老老实实，即系我唔识嘅，我意思系，我唔知道，唔识啊。OK，U curve 息差开始拉阔，银行个 spread 应该慢慢好。系嘅，但系所谓拉阔咧，都系好窄嘅啫。你睇下 U curve 咧，喂，以前嘅传统嘅 U curve 咧，讲紧系我哋长期可能去到。四个 U curve 即系譬如30年减你，譬如一个月或者一年咧，系讲紧系3-4嚟嘅啦。你一嚟系阔咗，啱嘅呢个网觉得啱嘅，阔咗噶吓，即系譬如30年上翻1-39。喂，但系个息差啲一嚟啫，即系你借短钱你去摆30年，你赚得个1厘啫。咁呢个对于银行嚟讲冇乜太大帮助啊。呢、這个所谓嘅拉阔，咁对于所以传统银行咧仍然系差嘅嗰、那个息差收入。咁所以话咧，你系一定要啲非传统嘅银行业务咧会好啲啦，譬如高敏啊，譬如 JP 啊，譬如 Monsanto 啊。咁但系上高敏咧就呢对上嗰几季都系跑输嘅。咁你叫我估咧，我估我唔当系刻意做差啲啦。你叫股咧，我都会觉得两大摩细摩咧系会好啲啊！咁啊睇下咁出到嚟系咪情况系咁样啦？又小，同埋系小，唔敢讲啊！小米条数真系唔敢讲。问刘大师得冇问题，一定会 OK。好，讲个原油期货 contango， 诶，等我 mark 低呢个问题先。
contango contango 咧就即系高低低水啦，系嘛？等等啊。咁如果佢对于3175啦，我因为我唔好知3175佢点样转转仓法啦。咁我唔好理3175先啦。我当譬如如果你有个基金，你系要长期买油嘅，咁contango 又未必系，即系你揸住你 rover， 你买远期，即系远期系低，远期就会低啲咯。咁其实有着数噶，其实。不过嗱，我真系唔敢讲啦。我听日问阿文锦 Sir 啊 ，OK 呢个就，但系感谢你嘅问题，呢、這个问题相当之高质素啊，呢、這个问题。好，就是这样啦。好，今日时间科望股会否被高估？记住。股咧，你嗱冇嘅，佢计佢钱系会追逐一啲高价值嘅股票啦，所以高咧，何谓高咧？你就永远佢跌嗰时候你先觉得佢高嘅嘛，系嘛？当佢升嘅时候咧，佢系低估噶嘛，所以咧，其实呢个唔系一个答案嚟嘅，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就系睇佢嘅股价继唔继续升啊。譬如 Tesla 咁样 ，Tesla 喂好贵，咁佢升到900蚊，又好贵。喂，我哋唔好理佢贵定唔贵，我哋理佢总之会唔会继续升吓？呢个系一个更加重要嗰个问题。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不多，感谢大家。咁多人讲3690啊 ，Well。咁啊，最紧要赚到钱嘅，系嘛？咁啊，唔识 comment 啊呢啲 ，OK。咁但系如果我谂，即系如果炒港股啲人嗰啲钱咧，就都会冲去呢几只嗰度嘅。但系我唔 comment， 所有 AX 股我都唔好食啊，就咁样。喂，今日时间差唔多，就去到4月14号啦。OK， 咁啊，稍后就有今日 FB Live 啦。再之后4点半约定大家，就系呢个同华星证券同埋 CME 嘅。4月复活研讨会啊，咁大家可以所有嘅美股问题准备定啦。OK， 咁当然啊，美股队长唔单止讲美股嘅，可能讲讲佢对美国嘅唔同市场嘅睇法啦，系嘛？咁都或者环球市场睇法咧都会讲嘅。咁仲有华盛一租啦，同埋小弟嘅4点半留意住 Ricker Finance 嘅 YouTube channel 啦。感谢大家支持，仲有支持小弟嘅，咁除咗继续订阅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继续 share 同埋多啲 comment 之外咧，咁就小弟嘅产品讲过啦，咁。今日咧就仲有啲买酒啲朋友咧就会会发货俾啦，咁啊稍等一回，咁啊我谂呢可能会听日或者后日先会收到啦。咁啊而家嘅产品咧除咗有格鲁吉纳嘅 Live 100年啦，仲有3只陈年嘅酒。咁啊3只陈年嘅酒里边其中一只咧系好狂野嘅 organic 嘅，所以咧我就拍咗条片咧有个导读咧就 send 咗俾你哋啦。咁啊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你就睇一条片啦。咁仲有利烟冲剂咧亦都会翻货啦。咁啊感谢支持，有兴趣嘅93106393。咁啊同一节目，听日10点钟再同大家见面嘅 Live 时段，稍后晏昼4点半同大家见面。Thank you， 拜拜。